哦，Recording has started. 可能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可能 slide 不会提供，因为我知道蛮多参与者都会要 slide，但我就不会提供 slide，就反正都有录音档，所以我想应该是没差这样子。好。大家好，欢迎来到 Tara Talk。Tara 是一个属于台湾年轻研究者的友善场域。我们每周周末都会举办 Tara Talk。这个演讲的形式跟内容非常自由多元，学术研究者可以依据自己的职涯阶段来这边分享研究成果，也练习现场演说或是认识未来可能的合作者。那我们今天是 Tara 2022年度海外研究者申请指导计划的第一场讲座，主题是欧洲博士班申请流程与技巧。下一周会是北美博士班申请流程与技巧。在下下周8月28日，则是两大类申请文件 CV 跟 SOP 的撰写技巧。那我们在宣传文案和报名表单上有提到，如果有意愿在参加之后的一对一 PhD 申请的 mentoring。如果报名并出席第一场或第二场，再加上第三场 CV SOP 的撰写讲座，将享有优先配对 mentor 的机会。那我这边再稍微简介一下这个一对一指导的进行方式。我们今年已经邀请许多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年轻学者担任导师 mentor，来帮助台湾学子们准备各类相关申请事宜，比如说选校咨询啊，或是面试准备等等。获录取的导生可依研究领域、目标学校等条件，自己定想要找哪些导师的前三志愿，再由导师们依据个人意愿选择所适合帮助的申请导生。那我们今年预计招生导生数量大概100人，因为过去的报名状况都蛮热烈的。所以，如果报名人数超过的话，如果有参加这个8月一系列演讲，就会有优先配对导师的机会。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在参加第三场 CVSOP 的演讲。那同时，我们也很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在我们听我们其他的 Tara Talk，我们官网上有持续更新的演讲列表，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G。那也可以免费加入 Tara 会员，享有更多会员专属权利，可以跟其他研究者有更多的互动。那，我等一下会在 Chat 里面贴上加入会员的报名表单。哦，那我们今天活动会发放 Tara Badge 作为参加证明，这是一款 NFT，是一个完全公开且不可篡改的记录。相关资讯请见 Chat 连结。领取参加证明需先安装 POAP App，大家可以先扫描 Chat 连接的 QR Code 安装 POAP App。演讲结束后，我们才会公布领取徽章的密码。如果手机无法安装 APP，请在演讲结束后留下来，我们会再帮您解决。那我们等一下会请两位讲者先分享，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 Q&A 问答环节。最后再发放 NFT。那今天我们非常欢迎第一位讲者，是目前就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张兆元博士生，研究领域为生医工程。那依据 Tyra 的传统，我们会打开麦克风。那我先结束我的 slideshare。OK，那我那们请。我我这们边就 share 一下的。好，那我再请大家打开一下麦克风，然后我们就是掌声欢迎张博士生来跟我们分享。对啊。
那谢谢就是 Project Tyra 的邀请，这样让我有机会可以分享我之前就是在申请欧洲学校的一些经验。那我是张兆远，那像主持人讲的，我目前在东德 Dresden 这边念我的 PhD 最后一年。在来到德国之前，我其实是在美国 Cornell University 念一个 Biomedical Engineering 一年制的硕士。所以我今天的 main talk 可能不会提到就是美国部分，但我不知道今天在场参加的人有没有还在犹豫是否要申请美国还是欧洲的学校。那我可以把这部分留到 Q&A 的时候，我有几张 slide 可以分享，就是欧洲体系跟美国体系的差别这样子。那就像我讲，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 status 大概是怎样啦。那如果你还是一张白纸，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开始。你的 PhD 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先问自己，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听起来好像很虚渺，就我今天不会教你怎么写文件或干嘛之类，但是你的内心、你的动机，其实它会去影响到你之后你的文件的撰写，以及甚至假设你很幸运的拿到 interview offer 的时候，也会被问到。如果你的动机不够强烈的情况之下，其实面试者或者在 review 你 document 的人，其实都看得出来。那你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会是跟其他 candidate 比起来，就是会比较没有竞争力。所以首先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申请一个研究所？为什么要念硕班？为什么要念博班？我为什么要出国念？其实这都很重要，不然你就可以留在台湾就好啦。因为以工程领域来说，你在台湾其实就可以做得很好啦。那以台湾来说，半导体那么有名，你可以念完一个硕士，一个博士，然后你可以去半导体产业，而且赚得很好。那你为什么要来国外念书？那你要来国外念书之后，它的 requirement 又有哪些？这些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功课。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你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其实你最需要花的时间，主要就是在去做一些 searching 的工作。我到底要念哪个学校？我要念什么 university？然后我是否有 funding 的 opportunity？这样，那这个等一下都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我主要因为当初申请的时候是德国啦，我也只有申请一间就上这一间这样子，但原则上它其实可以套用在大部分的欧洲以及欧盟国家。那在传统的欧陆体系来说的话，念博班就有点是在找工作一样，我们中文叫做师徒制。你看到某个教授可能开了某个 PhD position，你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哎，我看到你 po 了一个 PhD position，然后我的背景是什么？我对你这个题目有兴趣。”他可能会要求你附上你的履历啊、动机性等等。他觉得 OK，他就会直接说好，那我们约个时间来面试吧。相谈甚欢之后，他可能就会说好，我觉得你不错，我要收你。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就这样，就是你跟老板之间就敲定好了。另外一个就是 Structure PhD Program，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其实是 Adapt from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就是美国、英国、澳洲，或甚至是台湾也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 PhD program，你必须要跟一个学校的某个系所或某个 PhD program 去做申请这样子。那它通常它的 requirement 就会比较多，因为它是个 program 嘛，它可能会要求你念 PhD 的过程要做 laboratory 啊，要参加课程啊，等等等等，要达到什么 requirement 才可以 defense。可是像师徒制的话，往往就是你就进到那个实验室做研究，它不要求你还要去上课，还要干嘛干嘛之类才能毕业。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师徒制跟 structure 结构制的program 最大的不同。那大部分的structure program，我等下会提到说 university 还有所谓的 research institute，它当它 provides structure program 的时候，它不是无限的哦，不像在台湾可能就是你什么时候毕业是等到老师点头。那这个师徒制的话，可能也会是这样子。但总而言之，以欧陆体系来说，通常它一开始会给你2到3年。的 contract，然后 up to 1 year，所以大部分其实欧陆体系平均 PhD 的年限大概是4年左右这样子。那我要怎么开始找我的 PhD position？那这边的话我没有放网址，但大家可以就是直接 write down 那个 title，像 Nature Korea、Euroxess 或这些直接放在 PhD 里一打，其实它就是一个官网进去，然后你就可以 search PhD position。这样，那可能有几个filter 的条件，你看怎么 filter。因为这个的话，可能有些就是它是欧盟嘛，那你可能想要去德国、去英国或干嘛之类的，你自己去 filter 这样子，或什么领域。
对，那这个 Nature Career，因为在欧陆念 PhD 来说，他们是把它当做是一份工作，所以你从 Nature Career 其实也看到很多欧洲的 position post，PhD position 会 post 在上面。那 Eroxys 这个的话是比较偏欧盟的，那它里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玛丽居里的一个 fellowship，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单独拿出来讲这样子。然后以及刚才有讲到其他一些就是翻译 PhD Scholar DB 的一些 platform。当然，土法炼钢方式就是假设你很清楚你要去哪些比较知名的大学好了，那你就进入他的大学某个 institute 去找看看某个老师，那你有兴趣你就写信问说，哎，老师，我对你的研究有兴趣或干嘛之类的，那你接下来几年有没有收 PhD？那这个可能他就会告诉你说他有 position，我们就是走有点像师徒制，或者是说你要进到我实验室，你还是要申请某个 program 被 accept 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样。除此之外，我觉得最重要，也就是台湾学生常常最缺乏，就是你本身在学生时期有没有好好去经营的 network。那 social media 不是讲像 Facebook 按 IG 滑一滑按按赞而已，举例来说，现在的 Twitter 来说，很多的教授其实本身有自己的 Twitter 或 Lab Twitter，然后它上面的话就会，它会定期如果有 PhD 或 postdoc position，它可能就会在上面 post，你就可以从上面就得到 information。我自己的话，只是比较 prefer 用 LinkedIn。那它虽然是从北美过来的，但现在欧洲这边的欧洲人也会，开始正在越来越多人在用 LinkedIn。它本身除了给你是一个 network 机会，假设你有 follow 某些教授啊，他会 post 他的 position 之外，它本身也可以设定一个 job alert，所以你的 keyword 可以设定哦 PhD student、PhD scholar 或 PhD researcher，然后你的国家可以设全欧洲或者是德国。那他可能就每天就会跟你说，OK，那今天就是有哪些 PhD position 被 release 出来，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就每天就可以刷，就可以看到这样。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跟美国或亚太比起来的话，到底在来欧洲念 PhD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举例来说，我们最直观就觉得啊，做研究都在大学，但其实是在欧洲啊，与其说大学，因为大学还是比较有点是教育。教学生上课干嘛？但真正做研究，他这边有非常欧洲来说的话，有非常经费充裕的 institute，然后甚至很多的，就是比较大的 international company，其实他们也会开 PhD position，以及我刚才有提到，有些比较特殊的欧盟比较大的 fellowship，像玛丽居的 fellowship，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那我这边因为 institute 我不可能把欧盟所有 institute 拿出来跟大家探讨，然后我就把德国四大最有名的 institute 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大学之外，它里头还有一些institute，它本身也会提供 research opportunity。那我今天要提到有四个，就是 Max Planck、Helmholtz、Fraunhofer 跟 Leibniz。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地图哦，每个点点都代表是一个 institute，那不同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 society 或 association。那整个德国你就会可以看到，你其实你的 research opportunity 可以有这么的多。那我们现在就针对这四个 institute 稍微dive in 看一下，但我不会讲很仔细，因为大家今天的领域来自可能不同，可能这是大家自己回去要做的功课。Max Planck Society 是大家最知名，就是普朗克。Institute 或什么之类。那像我当初在美国 Cornell 念书的话，如果今天有 Max Planck 的老师来给 talk 的话，大家都会趋之若鹜，因为他真的非常的有名。Max Planck Institute 的定位，它是比较 focus 在 basic research，它的范围包含不止理工，它包含还有就是人文社会方面。那我在它的官网有把它列出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的领域是什么。所以你进入它的官网，假设你是想要做比较 developmental biology，好，你就 check。然后再去找，他就会跟你说做 developmental biology 的哪些 institute 有在哪里。那举例来说，我在 Dresden 这城市，我们就有三个 Max Planck Institute，一个是做生物，一个是做物理，一个是做材料的。对，然后这个我就不细节，就只是介绍，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再花点时间再去看哪个 institute 啊，可能会比较适合。那 institute 之中又有哪个老师是你有兴趣的？下一个是 Helmholtz Institute，那这个就是没有人文的了，它就是很纯就是理工相关。那它的定位是比较是个 mix，它有 basic science 跟比较apply science 这样子。那这个的 style 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它涵盖的领域啊，包含以下你看到能源啊、环境、健康啊，然后交通相关的，然后材料跟资讯相关的。
那一样，你就是可以找 Helmholtz，然后 PhD position 或 Helmholtz，你要找什么领域去找，其实它都会有，你可能有兴趣的 position。下一个也是一个 mixed，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是属于 basic 跟 applied research，那这个就稍微多一点，它有97个 independent institute。那针对它这个97个，它可以再细分一领域来说的话，就是也是有人文、商科相关的、生科相关。所谓的理科相关以及就是环境，然后这边要强调为什么会有很多环境跟能源，因为德国真的就是很希望，就是它算是整个欧盟来说某领头羊啊，针对就是能源跟环境这一块做研究的，对，所以对这块有兴趣的人，其实就是德国会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对，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它也是散布在欧洲，不是欧洲，德国就是各个城市这样子，各个的邦。以及最后最特殊的就是 Fraunhofer Association。假设你是工科，然后你很清楚你之后一毕业之后你不要留在学界，然后你就是想要很快尽快进业界的话，Fraunhofer Association 是非常适合你。如果 Max Planck Institute 我把它比喻成像中研院的话，Fraunhofer Institute 就会像是台湾的工研院，你他就会直接跟你说，我们就是在做比较实务导向的研究这样子，那你就会看到这些不管是 AI、Digital Health。或者是 quantum technology 等等等等这些，他们除了自己本身有在做 R&D 之外，很多业界的公司，他可能没有那样的技术或干嘛，他需要委外，像台湾可能有公司会委外工研院做某些技术合作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的合作关系。所以你如果很清楚你未来可能想要留在德国工作啊，一毕业直接进业界，Fraunhofer Institute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让大家看一下。它每个 institute 本身定位是非常明确的，university 就卡在中间，因为就会看实验室啊或某一个系所导向，它是 basic 还是apply research。那刚才有提过 Fraunhofer 就是非常的实务导向，Max Planck 的话就是非常 basic research。那我这边就会讲，如果有人很爱 dry lab 理论物理跟理论化学，那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好好的看找一下 Max Planck Institute 有哪些实验室适合你的。那我这让大家有个感觉，我所在的城市是东德第二，人口来说是人口第二大城市。可是光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城市，跟柏林、慕黑也是没办法比，他们又更大。光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东德城市的话，我们有在做research 的 institute 就有这么多哦，光是 Max Planck 就有3个，然后当然我们的大学嘛，我自己是附属在医学院底下。光是 Fraunhofer，你看后面的缩写，每一个 institute 它就是一个，你就想象就是一个系所，它就是有一个独立的研究导向，它可能是做镭射相关的，它可能是做半导体 coating 相关，或者等等之类。所以这个的好处是告诉你什么？光是一个城市，它就有这么多的 institute 不同领域的人聚在一起。所以当你要做一些比较 innovative 跨领域的 research 的时候，你是非常容易 reach out 的。举例来说，我虽然是做 cancer research 好了，可是因为我背景是工程，我想要做一些 biophysics 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找，例如像想要做一些材料、生物材料的东西合作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找 Fraunhofer Institute 的人来跟我合作。那这件事情，假设我以前在美国的话，我要找合作，我可能我学校找不到，我就要跨州，就光是东岸、西岸这个距离。在合作上其实就有它的可能的难度在这样子，然后就只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就是说以德国来说，城市常常会有个 research cluster，大概长的样子就是会是这样。另外一个，我们跳脱一下德国，我们来看整个欧盟。欧盟以 biology 最有名的就是 EMBL 这个 research，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在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跟西班牙都有自己的一个 site，然后这个 institute 真的非常有钱，因为它的经费是来自欧盟这样子。对，那只是给大家知道一下。那我刚才有提到，大部分的这些 institute 啊，其实它都是 PhD program，非常少数，偶尔会有些老师可能实验室刚成立，然后需要赶快招生，那你就会进入从师徒制的管道直接进来，不用经过 PhD 的整个 program selection 这样子。那这边就是一个告诉大家一个例子，以 EMBL 来说，它今年的就是PhD program selection 已经来了。那如果做生物的，然后对以上这些领域都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就申请。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好好把握机会，因为申请欧洲的 PhD program 不用任何 application fee，不像美国。
另外就是我要一直强调，就是玛丽居里的这一个也是欧盟的 program 这样子。然后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因为他进去之后不止生，我这边是举一个 cancer 啊，我比较熟悉，那一定有物理啊、工程等等等。那以最近这一个我看到就是有他有开15个 PhD position。However，你可以看到这15个 PhD position，它是坐落在不同的 institute，甚至不同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 funding 底下。然后它可能有15个 position，然后因为这申请的老师们或实验室来自欧盟的是各个国家，然后去 apply。你可以点进去就发现哦，某一个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你比较有兴趣，你就 apply 看看这样。但总而言之，你会在这个大 grant 底下，它也意味着什么呢？你因为在这个大 grant 底下。它通常每年呢、啊、都会有所谓像 retreat 或 conference，那可能这15% 来自15个国家的实验室就会聚在一起来分享交流他们的结果，然后甚至找合作的话，也会这15个之间的合作也会非常密切。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假设你又发现啊实验室有某个技术没有，但是在这个 program 底下有其他实验室有这个技术，你可以要求去做 laboratory。那你可能哦我在德国，啊我要去西班牙好做学这个。你这个 laboratory 的所有花费也都会在这个 grant 底下 cover，所以它其实，那你整个 PhD journey 其实会有多蛮多的，就是经验的啦，我可以这样讲。除了做研究之外，对。再来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是，除了学界之外，我业界还有怎样可能？以这些以德国为主的话，你看到这些比较有名，以汽车产业或机械，就 Volkswagen 啊、BMW、Bosch，然后或者往下就是比较偏化学制药，像拜耳啊、Merck 这些，其实他们都有很大量的 R&D 经费投入。那他们除了自己公司在做就是 R&D 之外，他们也会跟大学之间会有一个合作关系。那意味着他们也会 release 一些 position，不管是给硕士、博士或 intern，不一样的 position。那我举个例子。好了，你就打某个公司，然后后面打 PhD position。以这个来说，我用 Bosch 来讲，可能在台湾大家 Bosch 强调就是家电，但它除了家电之外，它也有在做半导体，对，例如车用半导体或家电用的半导体。那因为他们最近很 focus 在 AI 或 deep machine learning 这一块，所以你就会发现它最近就有开一个 position。你看 qualification 的部分其实没有很难，其实原则上就是你的背景。那除了一些比较 technical skill 或者你的 background 之外，假设你都符合，你会发现他们很 care，尤其是业界哦，他们会非常 care 你的 transferable skill 或 personality。例如他这边就写出这几点，那这边就可以给大家一个 hint。当你在写你的 motivation letter 或 SOP 的时候，请你除了把你的 technical 或 scientific background 之外，请你把你的人格特质的部分，他有的尽可能都把它涵盖到你的 SOP，因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看的东西。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跟学界的申请 PhD 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因为文件都差不多，就是 CV 啊、成绩单啊、motivation letter 或 SOP 这样子。第二个例子，我就觉得就是药厂 Merck。那因为疫苗关系，现在 mRNA 技术就是变得很火红，什么东西都要跟 mRNA 技术就是沾上边。然后，所以他们这边 PhD position 是开一个 mRNA delivery technology。你可以看到它 requirement 就是你的。硕士可能就是要药学或 life science 相关的，然后你必须要懂什么，然后以及你看第四点，他会强调你要一个 excellent team player in international team，那你的 SOP 就要强调你是如何并举例是一个怎样的 team player，然后你或许之前有没有跨国合作的经验这样子。好，那我刚才用很快的速度告诉你说，但是你们自己做功课可能会要花比我更多的时间。那你知道说，好，我可以有哪些 institute 可以去找？我假如去业界，的话，我可能也找 Fraunhofer 相关的 position，或者药厂，业界，公司相关的 position 这样子。假设都 OK 了，你已经有个 list，我会建议就是找完，因为资讯量很多，你就是要 make a list，一个 Excel list，你可以放进所有我列的。你要申请的 position 啊，这些老师是什么，field 是什么，然后 require document 是什么？那因为这边要强调的是，每一个都是叫 CV，可能都CV 可能都长差不多，可都叫 SOP 好了，或motivation letter。可是每个单位他可能希望看到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请你要仔细看他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甚至他还会限制你可能多少字数、多少页数，请你麻烦要去做客制化的动作。那假设你是申请 program，它一定都有 deadline。师徒制可能就没有所谓 deadline，因为它就像在找工作，等到有事有人把它 fill up 为止。对，然后跟相关你需要 information，你就可以放在这个 list 上面。好，假设你已经有一个洋洋洒洒很大的 list 的时候，再下一步是什么？那这个就是
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说一定要联络老师，我觉得这个 depends。我先说，我申请海外，我从来没有联络过老师，我就觉得我实习老师就会要我。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有些人会觉得跟老师打声招呼不但是个礼貌，他首先也会让老师可能留下好的印象。那我们称这个叫 cold email，就是让一个不熟的人透过这 email 热络起来这样子。那我也不会跟你在这里跟你说 cold email 怎样怎样，你们 Google 就 cold email professor 的话，其实你就。就有一些 template 这样子。我觉得另外一个最重要还是强调，就是有好的 network，因为有些消息是必须要透过一些 network 的方式才知道的。好，然后好，这些都好，你已经决定开始 submit 了。然后这些是常看见的需要准备的文件。那我这边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写，但是红色的这部分是一定要准备。所以现在已经8月了，你假设要赶年底或明年初申请的话，还没有这些文件的时候，请你真的就是要花点时间，开始撰写了，对，然后开始准备，因为这三个文件是大家都一定要的。至于后面三个就是 depends，因为他现在很常不会要求一开始就有成绩单，是等你被 accept 之后才提供 official 成绩单。然后以欧洲来说，有时候他其实根本也不 care 你的英文成绩。然后假设托福或雅思，通常不是有什么2年的，就是连。几年年限吗？其实你哪怕是 submit 一个超过2年的，他们也都可以接受。所以这个都我觉得比较 minor。以及 Corona 期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很流行，他用请你自我介绍，可能3分钟，然后 send 一个 video clip 这样子。好，那假设大家很幸运过了初筛了，然后准备被邀请来面试的时候呢？我刚才有提到欧洲体系，哎，我忘了有没有提到。但欧洲体系念 PhD 是一定要大90%以上都会要求有硕士，不像美国你可以大学毕业申请 PhD。所以他你有硕士的情况之下，他一定会要求你 present 你过去的 scientific work。它可能是个 poster presentation，它可能是个 chalk talk。完之后呢，会进入所谓的 panel 或者 committee interview，就是你前面做了三五个老师，你可能给个 chalk talk 之后，他问你问题，然后问题可能是很基础的问题、课本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很进阶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来申请我们 program？这可能都有。假设这个在过的时候，你才会进到所谓的 individual interview。以我来说，那时候比较幸运，我跟11个老师有 interview，表示那时候有11个老师对我有兴趣。那11个老师 interview 完之后，最后还是有6位老师对我高度有兴趣。所以，我相较于我其他 candidate，我是要从这6个老师取一个我最喜欢的老师当我未来 PhD supervisor。对，那可是有些人可能，我只要我隔壁那时候一起面试的朋友，他就可能就只有2个 interview，然后2个之后最后就几率比较低的情况，他可能就面 individual interview 表现可能没有很理想，后来就没办法拿到 offer 这样。然后通常老板都会让你有机会跟你未来 potential that member 聊聊天。然后通常在聊天，你就要想办法从中就是去问一些八卦，例如说实验室的风格是怎样，老师怎么带的，我觉得这就很重要。那非常非常少数一些 program 还是有所谓的笔试，但这非常少数。对，那这个你们就要自己去查。最后大家都很顺利的杀到最后一关了，那你要到底要选哪个 program，哪个老师，哪个实验室？那其实有很多的 factor，那这些 factor 每个人看重的可能不一样。以德国来说，博士生的薪水很固定，不管你今天在哪个城市，不像美国，不同州会因为物价的关系给你的薪水不一样。哦，德国就是固定的薪水，然后可是你就可以想象，假设你今天在慕尼黑这么就是想象成台北市好，你的物价这么高的城市，那你这样的薪水你能存多少钱？那假设我在东德，我的生活费超低的。我就可以比别人存的更多的钱，然后当然就是修业年限啊，PhD program 我讲了大部分就是4年，可能你师徒制的话，这就不是被保证，你可能会念到第5年、第6年，不知道。对，然后你想要走 field 到底是什么？你喜欢大实验室、小实验室？我不知道，因为有些人很喜欢，就是老板不要管他，很多人他躲在里面做自己的事，有些人就是需要老板手把手，我不知道，这就是你自己。Career development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出国念书，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就有个外国梦，我想要在国外留下来工作，那你就要去思考，我如果德国拿到 PhD 之后留下工作，拿到永居的机会到底在哪？这个可能也是会去思考。以及最后不管怎样，在你下决定之前，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去跟一些学长姐或那个 program 里头的台湾人或认识的人聊一聊，这样。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因为快捷，我不知道时间，
好，时间还够。好，举一个例子好了，怎么选你的实验室？我举一个比较客观的例子，就不讲其他的参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说啊，你的未来的老板是不是是助理教授还是 full professor？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参考因子，因为大家就会想到，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很年轻的 assistant professor，他可能有的风险是什么？他可能他的经费比较没有这么多。然后他还年轻，他还没有带过很多学生，所以他的 leadership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然后比较一个 full professor，他可能就是啊，已经爬到很高了，然后他经费很够了，他有自己很强的 network。你未来不管是要去业界，或者是想要找教职，他可能他的推荐性会比较强。好，我就用这个为例子好了。那以美国跟台湾这边用维也纳，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偷了他们的图来示范的，这样子。通常的话，就是还是台湾的助理教授、副教授跟正教授。然后副教授以后，就是他就是拿到 tenure track，他就算不升正教授也没关系，他就可以继续在这个学校待下去。可假如你助理教授，以台湾来说，就有常常所谓的6年条款嘛，你6年没有升了，你就掰啦，你就是要 either 换地方，或者是就会被 fire 掉。那以德国来说的话，你不会看到他们的 title 有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不会。他只会有 doctor 跟 professor。如果他今天是一个 PI，但有 doctor，但没有 professor，他们都归咎为在所谓的 group leader。所以 group leader without professor title 等等于助理教授，意味着什么？他也会有所谓很像6年条款的东西。那假设我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就有面试到一个老师，他很棒，可是他在他的第四年了，他就会警告我说，可是我之后呢，到了第六年我要申请 professorship。但不代表他现在在这个城市这边就可以拿到这个城市的 professorship。很多老师因为欧盟嘛，他就会常常在这边就是当他的 group leader，但是他不得要转移到其他的城市。所以像这个老师后来就跑去英国的伦敦，就是当他的 professorship 后来跑到英国伦敦。假设我当初跟这个老师，我可能在我 PhD 一半的时候，我就要跟着他跑去伦敦。这个有些人就会觉得很烦，就不想。我当初就是要来德国念书，我干嘛为了老师跑去英国？这个就是你的某个 factor，你必须要考虑。所以有些人就会跟你说，不要想，全部找有 professor title，因为他有 professor title 的话，原则上他就是副教授，等同副教授或者是正教授。那德国体制跟日本一样，他会说整个系所只会有个正教授，因为只有所长才会是正教授，其他都叫副教授或者是 group leader，就是这样子。对，那举例来说，我老板就是所长，然后所以他就是 head of the institute。那 head of institute 会发生什么事？他经费真的很多。举例来说，我们买耗材药品，只要是200欧台币，大概6000多块以内的，不要问他小钱，对他来说是小钱，自己定，不要问他超过再去问他要不要定，意味着他的自由度是很高的。啊，为什么自由度很高？因为他很忙啊，他根本没时间管学生啊。如果你自己本身发现到是你的独立性，做研究的独立性没有很强的时候，你就要思考，我真的要去找一个这么忙的教授吗？对，那我这边就是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这是大家在找教授的时候可以去参考啊，大实验室、小实验室、新的教授跟比较年长的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factor 给大家去参考。当你在 making a decision 的时候，所以刚才讲了很多嘛，以那个例子已经探讨了很多。怎样的教授或实验室适合我？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你记得我的第一张 slide 就是告诉自己先 ask yourself，因为到了国外之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过去比较教育没有告诉我们，就是自己要什么很重要，self awareness 很重要。你的 self awareness 越强，它越容易帮助你达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获得那个 position 或位置，而且它会一直跟着你一辈子。因为等你博班毕业，你可能你要去 postdoc，还是要去业界，还是要怎样子，你也是要回归这件事，问自己我的下一步想要做什么。所以，什么叫 self awareness？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要的是什么，跟不要是什么，然后你的强项跟弱项是什么，然后你喜欢的东西，它就会 promote 你或 motivate 你这样。然后我就用我自己为例好了，我就这些东西我把它列出来，就只是 bullet point。可是我自己在写我的 SOP 或在给面试的时候啊，我其实也会默默的把这个讯息散发出去，因为在阅读的人其实是感受得到的。举例来说，我就放了就是啊，我就是都要念博班，我当然 analytics skill 一定不能太差，而且我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 goal oriented，我决定了，我就要去做到或怎样之类，我非常 determined 这样子。然后我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skill，意味着我跟我的同侪或跟我的老板向上管理的 communication 是不差的这样子。然后等等等，我就不加以赘述。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就被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力没有很差的情况之下，你的 scientific performance 这些等或者过去研究的问题，你都可以回答很好。有时候难是难在一些不是 scientific 的问题。举例来说，那个有一个老师就问我说：“你期待你未来的老板是什么样子？”这时候我就要从这边讲说，我就会说，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怎样的一个人，我非常 independent，所以我不用老师手把手。但是我还是在一个 very early stage 的 researcher，我还是会有面临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老板跟我的沟通管道是常常畅通的之类的，对。然后这个东西就刚好我的回答方式就很 fit 那老师，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那个老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老师，所以很多人要进去，很多人就 fail 在这一题。他就跟我说，因为你这一题是答的最好，然后如果可以，我很希望你可以来到我实验室。然后另外一个最后就是 increase personal visibility。我知道台湾的学生都蛮优秀的，你们可能在硕士期间或在当研究助理期间，你们可能就发了一些 paper。如果有的话，请你创建一个 Google Scholar 的account 这样子，或 ResearchGate。然后我自己这些都除了 Twitter 没有之外，我前面三个都有。那假设你去 Google 的名字，你就看到跑出来前四五个就是都是这些 personal。因为当你在找老师，你在漏搜老师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漏搜你。那你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学术、非学术经验，这些都会产生一个印象。然后，当然，如果你留的一开始就是一个好的印象，哪怕还没进入面试这一关，已经有好的印象的时候，对他未来要收你的这个，就是就会大大的提升。最后我要给大家讲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以前会说，我们有点是不是 self awareness，而是要fit someone's expectation，maybe your parents or something like that。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不符合家长的期待就是错的，或者是怎样怎样的。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你不管今天做什么决定，不要把它想的是对或错，而是比较之后它可能的优点跟缺点是怎样，在综合考量这块，以及在那个 time point 情况下，你觉得哪一个可能对自己是最好的，就走下去。不要担心我走错了会发生什么事，没有那么惨，真的。以及就是大家都会很担心说啊，我是不够好。我要等到够好的时候，我再来申请。不，没有这回事，就是走多少算多少，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运气的问题。举例来说，我有帮学弟妹找到工作，那个就是内推的。那你说他有没有顶尖优秀？没有，他就只是因为跟我 connection，然后我觉得这学弟妹还不错。他虽然没有到顶尖优秀，可是他有他的 potential 在，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觉得这实验室不错，我认识这老师，那你去申请看看这样。然后用内推的方式帮他拿到这个 position，然后你说他很完美吗？一定没有。那我的 tal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卡在这里。然后因为有下位讲者，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是等下 QA 的部分再分享。然后我后面也有准备一张 slide 去比较，德国跟美国在申请流程上可能差别在哪里。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谢谢。非常感谢赵源学长的分享。那下一位讲者是，目前就读天主教鲁迅大学的曾敬荣博士生，研究领域为经济学。那我们一样先打开麦克风，掌声欢迎讲者。那第一间就讲。不好意思，我第一次用这个Blue Jeans，然后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分享荧幕。在上面有一个麦克风跟那个电话OK，OK，的中间。看到了，谢谢。那我，他说要 Open System Preference。他好像要我先离开，然后再重新加入，我试试看。好。在学姐室的时候，就是如果听众可以看一下 chat 里面，就是我有贴，就是关于加入我们 Tara 会员，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粉专，那还有一个是最新的那个 Chat 消息是我们的 Linktree，这上面有很多我们 Tyra 相关演讲资讯的集合。哦，所以现在是看得到了吗？对，我看得到了。那有看到我的presentation 的 slides 吗？对，我现在看到了封面。哦，好好好，那就好好，谢谢你。对。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欧陆经济学，欧陆经济学博班申请。然后，因为跟前面一个讲者比起来，我觉得社科的方式应该就是社科的内容应该跟就是实验室那种的氛围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先开始介绍。我今天会先从我的背景开始讲，这样大家会比较了解，说我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说经济学博士班或者社科相关的博士班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比较简单讲一下，说经济学博士班之前会有哪些准备，然后就再来会讲说如何选校，然后选自己的研究题目，然后一样经费是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在欧洲念博士班的话，奖学金或是薪水大概是多少？最后再回到我个人申请的经验分享。那我2014到2018是在台湾念了学士，但是我的硕士班就已经来欧洲念。我2018到2019念了一年的硕士，然后2019到2020又是念了经济学2年的硕士，然后从2021开始才。进到博士班，然后是直接开始写论文。那我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跟比较偏非洲的武装冲突，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那经济学博士班之前的准备，就是大家可能会一直很好奇说，因为经济学是在社会科学里面比较量化的领域，那到底要学多量化才真的可以念到博士班？那像我以前曾经问过，就是台大经济系的一些老师说，那我如果没有修高等微积分或是高等统计学，难道我就真的不能念博士班吗？其实没有那么一定，就是看你的目标。如果你今天是觉得说我以后真的要做纯理论的经济学、个体理论，那高等微积分或高等统计学这些是真的很需要的。但是其实基础的话，我觉得只要把微积分、线性代数、统计跟计量经济学学好，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大三、大四如果是要继续往经济学走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要了解说自己到底喜欢个体、总体还是计量经济学。那再来就是说，到底我要在台湾念硕士班，还是去欧洲念硕士班，还是去美国念硕士班会？对未来申请博士班比较有帮助，我觉得这其实没有一定的答案，因为大家也知道，在美国如果念硕士班的话，通常没有，不见得有那么多选择，因为美国的硕班很多，他们开课主要是为了，就是他们开的硕士班比较不是说一个正式的，为了硕士而开，很多其实他们的硕士学位是你如果。美国前2年的博士班念完，不打算继续念，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硕士学位。那可能一些比较有名的，可能是像 Chicago 有一些 MPASS 或是一些很好的跳板，但是那些的学费也就非常的可观。那反过来讲，为什么那时候选择先来欧洲念硕士班？是因为欧洲的硕士班学费相对便宜，然后。像我那时候在荷兰念硕士班，我缴的学费一年是2000欧元，所以台币其实就是6、7万左右。所以我就觉得说，来欧洲念硕士班是一个可以扩展自己的学术 network，然后也是让自己先适应，说看能不能适应
国外念书的环境，然后过了那2年以后，再来决定说自己到底要继续往欧洲申请博士班，还是美国申请博士班。但是我觉得，即使如果自己的硕士班是最后决定在台湾念，那以经济学来说，很多人其实是留在台大经济系念完硕士2年以后才出去。然后，也有很多人像是可能念社会系，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也是社会系念完2年以后才出去。那他们出去以后，通常社科类的话，很多美国的博士班你要再多上2年课，那在欧洲就比较不一定，看你的 program 是哪一个国家。有的国家一样说你要先从修课的阶段开始，那有的国家或是有的 program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写论文。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看你自己觉得说我一直修课一直修课这样的模式对我自己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帮助，还是说你就是想说我台湾念完2年以后，我再申请欧洲的学校，我就找那种偏向师徒制，直接开始写论文的方式，而不是说进入一个 structure program，然后再从头开始修2年课。因为你如果台湾2年，然后欧洲2年，其实你在博士班之前你就已经修了4年的课，那就是非常的可观，而且可能大部分的内容也是重复，但你还是要为了考试准备很多心力这样子。那最近这3、4年嘛，就可能这4、5年来，在经济领域蛮特别，也是越来越竞争的，是很多人会在进博班之前当1、2年的全职研究助理，然后会称之为 pre-doc。然后这个是大部分在美国，但是近几年欧洲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先当1、2年 RA 的选择，然后希望说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履历弄得更好看。那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定要的，除非你真的就是说你就要申请可能北美前10名或是欧洲 LSE、UCL 这种学校，不然其实就是如果你想说自己的目标是赶快念完博士班，那我觉得这1、2年其实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开始写论文，会比较能够真的学到自己写出一篇论文的能力。那选校的话，很多人应该会在想说，为什么念社科领域来，尤其经济学要来欧洲，而不是去德国，而不是去美国？不好意思，是因为大部分其实如果很看重排名的话，经济学还是以美国为主，就是制霸可能 top 10的学校，然后英国的话就是 LSE 跟 UCL。那在欧陆的话，其实这1、2年，就是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学生也会来欧陆念经济学。那其实像德国的慕尼黑、波昂，或是西班牙的 Sanfi 跟 Pompeu Fabra，或是荷兰的 Tilburg 跟蒂尔堡这些，他们的国际排名也不错。但是，欧陆的学校排名其实不见得是看整体的排名。当你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看的是领域排名，而且甚至说不只是看经济学的排名，而是看说经济学的个体经济学的排名，或是总体经济学的排名。这种就是你要特别看说你想做的研究领域那边到底有没有好的老师。因为像我的学校它是法语鲁汶，那其实在比利时荷语鲁汶的排名一直都是比法语鲁汶还高一些。但是因为法语鲁汶在做发展经济学，他们有一些跟法国，然后法文跟在非洲殖民地之间的一些，就是其实有一点就是以前旧的殖民主义，所以到现在法国还是很多发展经济学的大宗的学校。所以像这些很细节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是在经济学是可以看 Ideas Repack 这个网站，它就有分说非常仔细的各个领域的排名。而不是说就是像 Times Higher Education 这些，就是一个很 general 的排名。那还有一个有一点，看研究排名的，眉角是有一些学校会花很多钱请大咖挂名，拉高发表跟研究的分数，所以他在研究这个领域会排名很高。但是你真的进去了那个学校以后，你会发现
你根本找不到那些大咖老师来当你的指导老师，因为他们就只是挂名而已，然后就是只有他们的论文，他们写完一篇论文，他们会挂说哦，我也是属于这个 institute 或这个学校，但他们其实大部分的活动时间不在那个学校。所以如果你今天申请的是一个 structure program， 然后你进去要先上两年的课程，到第三年你要选老师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根本找不到那个老师，那这样应该也是就是不太 OK。 那像欧陆学校排名的话，我就大概举一些例子，像 Erasmus、Tilburg， 然后麦海姆或慕尼黑、鲁汶、波昂，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学校。所以就是除了在美国，如果除了在美国可能你想要申请 top 30 的学校的话，其实反过来讲，在美国如果是 top 30， 在欧洲其实也有很多学校是可以相比较的。那选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跟理工科很不一样，是因为通常我们写论文都是只有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而不是说会有很多 co-author 或是整个 lab 一起完成一个 project。 那我觉得选题是对社科相关的学生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要写完一个研究计划，你要一路从文献回顾，然后研究方法，然后甚至可能你要做实证的话，你就要有资料，或者你要做访问什么之类，这些全部都要很细节的写出来。但是到底你在申请博士班之前要不要有这么详细的研究计划，其实跟你选择什么样的模式的博士班很有关系。因为像我之前有提到，美国的博士班通常会有先修课的训练，那他们对于说你如果前两年修课成绩都有过了，你到第三年才开始就是跟老师然后写自己的论文。那像这种你如果想要申请的是美国博士班，那基本上他们在申请过程中不会要求研究计划。但是在欧陆的话就分成类似美国的这种模式，或是你可以直接开始写论文。那通常在欧陆写论文的年限通常都是3到4年，就不像美国说有的人可以写到更，就可能4、5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来欧洲决定要开始念博班，我觉得要对自己的研究主题很清楚，就是说自己有什么样的主题，然后未来3到4年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博士论文。然后所以申请的时候，如果你是直接写论文的阶段开始，通常你的申请文件你就会要顺便缴交研究计划这样子。那经费的话，其实欧陆各国规则不同，像我刚刚讲的像德国的话，德国跟荷兰他们就是你是学校的雇员，然后像你的工作 title 可能就是 PhD researcher。 但是在比利时，我就是算我的大部分就是薪水什么之类都是跟 HR联络，但是我其实不是学校正式的雇员，我拿到的就不是一个工作 contract， 我拿到的只是 scholarship letter。 所以其实有一些福利就会不太一样，像我就没有pension， 但是像如果你是在荷兰的话，学校会给你 pension 的pension 就类似退休金的那种，应该算劳保嘛。但像我就是只有社会安全的健保，对，所以这不太一样。然后但是我的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不是拿工作薪水，所以我的就是我的薪水是不用被课税。但是像在荷兰，你的薪水就会先被扣一点税这样子。然后但是以经济学来讲，就是收入每个月大概还是在1700到2000欧元。那如果今天说你不是开始写论文，你是先从来硕士开始念的话，那其实很多学校也是会给奖学金，到一个月可以到500欧，可能就是一半的半奖，然后也有的人可以拿到1200欧这样的全奖。所以其实就等于说你就连在硕士阶段你只要够省钱，其实你硕士也是不用花太多钱。然后荷兰跟德国就是比较多这种方式，就是说你在前两年修课，
修的是研究硕士或是博班前两年修课期，那时候也是有机会拿到奖学金的。那我觉得弄清楚自己的经费来源很重要，因为你出国念书，然后花你的青春三四年念完，可能二十七八岁就已经，也可能三十岁了，就是你不希望自己是念完还负债。然后所以今天如果你发现说，像我现在的情况是我的收入来源是指导教授的特定计划，就是比较类似师徒制，然后像我每年八月我就要请我的教授跟学校的 HR confirm 说，哦，这个学生他的经费可以再延长一年，所以就是我的 scholarship letter 不是一次给四年，是一年一年这样 renew。 然后我一开始就会很害怕说，是过的老师看我不爽或是觉得我很懒惰之类的，会不会就决定说啊，不要给你 renew 了。那我觉得像这种其实就是师徒制的，怎么讲，一个比较 tricky 的点是，你真的要确定说这个老师人格正常，是个好人，不然的话我也有听过就是说跟老师最后闹得不愉快，然后博士班也只能中断的例子。对，那我个人经验分享，因为我之前在荷兰比利时都念过书，我之前在荷兰念过书，然后我的男朋友其实现在也是在德国念经济学博士班，然后我也有申请过德国的学校。就是我刚刚一直都是概括讲欧陆各国，那我现在就想要把这三个国家讲得更清楚一点。学制的话，在荷兰、比利时，他们有分一年或两年的硕士。像我之前在西班牙念的是一年的硕士，那为什么我后来又要再念一个荷兰的两年的硕士？是因为通常一年的硕士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进入写论文的这个门槛，就是他会规定你要是120 ECTS。 那你其实不用管那个学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台湾念的是两年的硕士，那就是一定够，一定可以直接来欧洲写论文。但是如果今天你在欧洲先念了一个一年的，很多这种一年的硕士是为了让别人，让大部分的学生念完以后去找工作进入业界，那他们就会希望说你真的再念一个两年的硕士。那在荷兰他们就把两年的称作 research master， 然后一般的就只是称作 master。 那其实跟英国他们有点像，就他们也有分 MSc 跟 MPhil 这种差别。对，所以这是荷兰跟比利时的他们在硕士的学制的不一样。那德国基本上他们硕士都是两年，所以不管你是念 MSc 还是说就是博班的前两年，它都是一样是两年的修课，第一年就是上基本的课程，然后第二年开始会写论文。那在语言方面的话，很多人会想说，那我今天在欧洲念书，通常以社科来讲，我不太确定说文学的领域是怎样，但是至少以经济学来讲，所有的 program 跟学校要求都是以英文为主。那只是说生活的方面，如果你在荷兰的话，基本上不用太担心你要不要学荷兰文。那在比利时的法语区生活，或是在德国的话，我觉得学一点语言是好事，然后也是你念博班之外的一个休闲。但是不然的话，基本上英文我觉得还是足够。然后通常社科相关的语言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就是说，通常托福或雅思两个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托福就是至少要100，那雅思因为我没考过，但是我猜至少也是要7分以上才是比较相关，就是以托福来说是100这样子。那在移民方面，其实我觉得大家反正为什么要去某个国家念书，除了真的就是看那个学校以外，其实也是想说自己整个职涯的规划，如果我毕业以后可不可以留在这边工作，还是说甚至就申请永久居留之类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点要考虑是说，就是我刚刚讲你拿的到底是不是工作合约。因为像我其实从2018到待到现在的，在欧洲待到现在，但是我的这些年限因为都在不同国家，所以其实是无法转成永久居留的。那像我现在在比利时念书，就算我待了4年，总共在欧洲待了7年，我也是拿不到永久居留，因为我拿的就是学生的奖学金而不是工作。但是例如在荷兰，如果你先念了两年的研究硕士，他们两年的硕士是算一年，就是减半算，你一年然后再写4年的论文，其实这样总共5年，所以等于你如果在荷兰硕士博士念完，
你就是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然后德国的话它是不允许双重国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点。那就业机会的话，我觉得以社科领域来讲，在欧洲的就业机会我觉得比在台湾多很多，因为像是经济学来讲，在欧盟的话常常你可以找到类似competition economist 或是 competition consulting econ consulting 这种产业，但是这种产业在台湾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进金融业。那所以像社科的话，有的人如果喜欢一些比较是 social impact 或是一些比较怎么讲，在台湾被认为是不赚钱的领域，但是我觉得在欧洲是有很多机会，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来欧洲念书，甚至以后就是留在这边工作的原因。那我的申请经验就是回到比较基本的，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要申请博士班。那我那时候拿到的 offer 是一间在德国，一间是在比利时，一间在荷兰。然后在德国的话，它就是一个五年制的博士班，就是两年上课加三年写论文。那在卢汶的话就是写四年的论文，所以没有要上课。那在荷兰的话是也是两年加四年或者是两年加三年。所以如果说要不要写信给教授这个问题，其实像是德国的曼海姆跟荷兰的第二堡，我那时候完全没有要写信给教授。但是在卢汶，就是我现在在的地方，因为是一个师徒制的关系，那时候就是老师在他的网页上或是学校的网页上开一个缺，说我现在有一个研究计划，那这个计划我可以聘一个博士生，你如果对这个 position 有兴趣，你可以写信给我，附上你的 CV 跟动机信，然后老师就会根据你寄给他的资料，然后看说他对你有没有兴趣，然后再约一个面谈这样子。所以像这种如果你看到的是 job position， 通常他就是直接开始写论文。那这种在比利时德国都有，在荷兰比较少但是也有。所以其实就是回到欧洲，因为欧洲一开始最一开始他们都是这种师徒制，但是只是因为经济学他要比较类似美国的训练方式，他就让你在师徒制的写论文阶段之前再多上两年的课，来确保说你所受到的训练是有一定的水准的。那博士班的入门要求我刚刚有讲了，在大学阶段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相关课程做好，然后如果你在台湾写论文，在台湾念硕士班，那基本上自己的论文是要能够以英文去 present 给你未来的博班的可能的指导教授，然后也要能够用英文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啊或是研究经验讲出来。那动机性跟研究计划真的就是很看你到底要研究什么子领域。例如说我当初会讲说为什么想要研究发展经济学，是因为我过去也都是在做发展经济学，然后对这部分也很有兴趣。然后推荐信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会不会上某个学校的一个原因，至少在经济学界是这样子。因为像我那时候在曼海姆，我的推荐信是我在巴塞隆纳念书的时候的教授，然后刚好曼海姆的 graduate committee 的主要指导教授就是以前待在巴塞隆纳，所以他就知道那两个老师。所以我觉得在社科界，因为通常你的 skill set 都是所谓的 soft skill， 就是你可能很会写作，你可能很有想法或是很有研究的 ideas， 但这些东西不见得是那么容易量化的。因为我们通常在大学硕士阶段，不像理工科我们就已经会发表很多 paper， 那这些难以量化的skill 其实就是要靠推荐信跟你的推荐人来帮你帮你 present 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在念博班之前很重要的点，就是要让自己真的能够有一个 network， 然后即使老师是台湾人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老师要认识你，然后而不是只是写一些
很表面的哦，他修我的课成绩很好之类的话，而是要这个老师真的是有跟你很一对一的讨论过你的研究 idea， 然后你的研究计划，为什么你会想要申请这个学校，那这样才可以让老师写出真的很有力的推荐信。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社科相关的社科相关博班很看重的一个点，就是这个老师的推荐信是不是 credible。 对，然后这因为我刚刚就是想要补充一下说，其实以1200欧的硕士奖学金或是2000欧的博士奖学金，到底在欧洲的生活水准是如何，我觉得是绝对足够的。然后在欧洲一个好处是，因为我本人不会开车，但是我觉得在看在美国念书的同学，基本上很多如果不会开车应该就哪里都去不了。但是我那时候在台湾还来不及学开车就要出来念书，然后但是我觉得在欧洲真的就是不会开车基本上也不用太害怕。然后在欧洲的好处也是就是圣诞节暑假这些都可以买到一些很便宜的机票，然后去到处旅游，所以其实也不一定都要去美国，来欧洲也会有很好的生活跟很开心的博士班阶段这样子。然后念博士班的时候，我觉得以欧洲来讲，有时候找到好老师跟对的题目比起学校排名重要很多，因为在欧洲每个学校它是有自己的专长，那你如果只看排名你可能就会 miss 掉说哦，这边其实有个老师他发了很多很好的 paper，然后又刚好是你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养成每天规律的作息跟产出，因为像我的 contract 是我甚至不需要教任何的书，我不用当 TA，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今天好闲哦，然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其实这样的弹性是好事，但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让你变得太懒惰这样子。那在欧洲的话，除了念书以外，像学习语言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兴趣这样子。那我讲完了，应该时间差不多，谢谢。那感谢金融学姐的分享。那我们等一下预计开放 Q&A 到10:50左右，那到时候会开始发放数位参加证明。因为今天人也算蛮多的，所以说如果想直接开麦克风提问的听众，就请先举一下手。那我们或是也可以把问题打在 chat， 然后我会留意一下。那是如果大家还在想说要问什么问题，在准备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可以请赵元学长再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美国跟欧洲在针对比较偏理工领域的话有怎样的差别。那我再来分享我的荧幕。哦对，然后刚才忘了讲，就是万一我刚才讲太快或什么，然后或你们私下有比较深的问题大家不方便问，你们也可以联络我这样子。我的 email 是还用见 Cornell 的这样，然后你们也可以扫 QR code， 然后可以跟我 linking 有可能。那因为刚才就是上一位讲者有稍微讲一下就是 stipend 跟 contract， 然后我这边针对德国的先讲，等一下再进入美国的比较德国这样子。举例来说，我因为刚才讲者已经讲过，我就讲快一点，就是真的是看老板。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可以争取 contract 请争取 contract， 你就会拿到是 visa 是工作签而不是学生签。那工作签意味着你就跟大部分的员工一样，原则上在德国的话就是20几到30天的假，以我们学校医学院来说就是30天的假。你这个薪水里头包含的缴的税、退休金以及你的医疗保险，请记得就是德国医疗保险非常的贵，对，所以如果你要自己缴的话就会很少，对，所以就会要从自己口袋缴很多钱。然后呢，以及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本来有在都在缴税了，已经缴了4年，你刚好毕业了，然后后来发现说啊，你在找下一份工作，不管是 postdoc 或一些工作，然后学校那边结束了，你因为之前有缴税，然后中间就是有点是失业状态嘛，在求职，其实你会被付一个就是失业救济金，因为你已经没有钱，所以然后以及很多的 social benefit， 对，
对，然后在德国的话，我们并不是所谓的就是tuition fee，我们通常就是 semester fee 这样，然后各班会有不同的规定，然后以我们学校来说啊，是290欧元，所以这真的是你如果没有经济考量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德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就进到就是美国跟德国差别。以美国来说的话，其实它就是一年每个学校 program 嘛，它就是 program 制度，它每年就有固定的就是 application deadline，通常就是冬天，然后隔年的夏天入学，fall 就是入学这样子。然后呢，以 Germany 来说，我刚才讲有两个制度嘛，师徒制的话就没有一定啊。然后呢，如果 program 制度的话，当然就 application deadline。However，就是他每个 program 他们自己的 deadline 是不一样，像 MBO 跟 MPI 就知道说，他们尽量不要挤在一起，所以他们会错开。对，所以然后在 MPI 的每个 institute 自己的 PhD program 也不会是统一的。你刚才看到每个 institute 就散落在各个城市或干嘛的，所以这个都是你要自己去上网查的这样子。以及就是 application requirement，就是你可能需要什么东西。刚才可能有稍微提到，就是以美国来说，念 PhD 你不是一定要有 Master degree 几乎是不用啦，然后但是以欧陆来说，大部分是需要有个 Master degree。英文考试的话，就是美国德国没有所谓的 GRE 嘛，那就是托福跟雅思为主。然后其实你就算时间超过那个2年或干嘛，他们大部分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那美国的话就是多了一个 GRE，当然我知道这几年大家已经很多学校，而且是越好的学校，其实有把 GRE 拿掉的趋势，因为他们觉得。或者是 GMAT 啦，如果社科院是 GMAT，他们会觉得这个不一定跟研究有成正相关。履历是一定要的。那这边 CV 不是 resume，那 CV 的意思就是说学术履历的话是把所有的，它大部分是没有页数限制啊，你可以跟学术有相关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写上去这样子。那在申请文件就是这个会有一点点不同，因为北美还是习惯叫 SOP，叫 Statement of Purpose，它比较是看重是你过去。的经验怎么去影响你之后你的 PhD 下一个 career 下一步？However，如果是德国的话，比较偏向所谓 lateral motivation，因为你要想一件事情哦，因为德国的 PhD 比较短，就是它就是3到4年，然后再加上它预期你已经有一个 master，所以你很清楚，包含刚才就是社科院经济那边的，他应该要认为你已经很清楚你的研究方向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应该是要讲说你过去的学位啊，以及在哪，你的目标在哪里？因为我过去有什么背景，所以我才要找这间实验室做这样的 PhD 研究。可是美国那边的话，你还是会有所谓第一年修课啊，然后跟 laboratory，所以他比较 care 的是你的 potential。好，你过去你经历了什么事，然后影响你人格特质，然后你的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那、啊、可是你大家现在也不用想太多啦，因为原则上到时候你在申请文件的时候，某个 program 就会跟你说，他希望他这个文件他要含的东recommendation letter 的话，美国一定是3份跑不掉，那德国的话就是2到3份不一定，然后一定都要成绩单，只是说你是申请的时候就要上交，还是被 accept 之后上。然后德国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其实他们因为本身教育体制的关系，他们就是也会希望，不是希望，是一定也要提供高中成绩单，所以有点麻烦。但是为了要生出，而且是英文的高中成绩单，就是花了我一点时间这样子。然后美国的话是几乎没有纸笔测试的，然后德国的话有几个，以举例来说，海德堡就需要，对，然后都一定要 interview。然后 PhD system 的话，我刚才有已经讲到，就是有所谓的师徒跟 structure 制度这样子。费用，刚才有讲到，费用真的差很多。因为美国的话，有一些比较佛性的学校是可能真的是免费，例如德州系统的话，大部分是免费的，到上百美金。但是原则上就是德国这边所有的申请费用都是不用钱的，然后以及你不用还要从 ETS。记就是你的成绩，这个钱可能是好几年前，现在可能更高，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你不用再额外就是记这个 ETS 的 score fee 这样子。然后但有可能他会为了你就是他很 care 这个你的 transcript 有没有被认可啦，他通常会叫你德国会有一个 uni assist fee，就是请一个第三方官方认证。美国好像也有一些学校，但我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遇到。然后有没有需要就是 submit paper document 这件事情？对，
这我觉得是取决于比较 program 这样。然后刚才有提到 stipend 跟 salary 的部分，德国就是有刚才提到 stipend contract 这样子。那美国的话，我们其实蛮同意的，因为你之后还要再自己缴税。像我们现在实拿都已经被扣完税，那美国的话，你拿到那笔钱，你之后还要每年自己去报税这样子。但通常学校都是会为掉你的 tuition，然后你自己要报税，然后其实还会含 health insurance 啊这样。health insurance 要自己缴钱，对，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欧洲啊，就是你被邀请来之后，你所有的花费，举例来说，我那时候 program 是一个礼拜，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念书，我从美国留学飞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花费、机票等等等，就是被 cover。那我知道美国这个其实是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让经费可以多节省一点，然后再加上现在 Skype interview 很方便这样子，但是。欧洲体系还是蛮多，program 还是会保留这个，那你来看一看这样子，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再来就是 during your PhD 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Germany 的话，假设你是修图师，你根本就不用上课。那 program 的话，可能会被要求上一点点课。那种课不是所谓组合课程，它可能是什么 scientific practice 或什么之类，就是有一些就是伦理的课程啊或什么之类的。当然，美国的话就是它的第一年、第二年很像你的 master，你还是要修多少 credit core，然后甚至很多美国很多时候就是还是要做 laboratory，所以你可能是第二年之后才会决定你的实验室这样子。对，然后可是美国德国的话，原则上你在面试的时候就要决定好你的老板了。然后有没有资格考？美国很多还是有资格考，但德国的话就没有，你就是那个指导教授就一直跟，然后3、4年时间到就交论文、口试结束这样子。然后美国很多 program 是要求你需要当 TA 的，对，如果你不想当 TA，我只想专心当研究的话，德国就会比较适合这样。就业年限是蛮大的差别，因为就像我讲的，你需要硕士才能申请德国的 PhD，那它整体而言，它的修业年限是相对来的短，而且再加上你少了 laboratory 啊、course 等等等，当然你专心在研究上，你可以比较早毕业，但是美国的话就会稍微长一点。Flexibility of the project，因为我知道很多美国的话，它其实是老板让你自由，想你要怎么听，我再跟老师探讨。可是你想想啊，像德国所谓的师徒制，就表示或者是很像求职一样，他就是因为有那个 grant 的那个 project 才有那个经费，所以他可能希望你进来就是做那件事情，所以你弹性发挥的空间可能是比较有限的。对，那 work life balance 的话，欧洲一定是最好的，光是你有的年假就那么多，然后美国的话可能就没有。对，然后以及就是说，因为美国就比较长啦，然后规定也比较多，你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会有 publication，然后。德国就相对短一些，而且所以有比较高的几率，你可能到毕业的时候还没有一座，那这个可能也是你要去思考的。对，主要的比较大概就这里，然后我可能就这边可以停下来，然后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们两位讲者，这样。